兄弟们，单抽了40次才3个皮肤，你们说我手气好还是差呢？这期来抽一下最新魅惑红唇转盘，不过我感觉主套的唇红色和玫红色似乎没什么区别，变个色的话更像是长款和短款。每年桃花开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一个人，他曾经很喜欢我。所以这期抽个短款就可以了，要是能抽到个粉色的衣服也挺好，就看看能中哪个吧。可以的，才第6发就拿下猛男枪，继续。一把喷子的皮肤，感觉这期运气不咋样，所以很多人不敢这样抽，不过问题不大。单抽了35下，终于拿到了短款的气味，算下来用了240，拿下了3个皮肤和90个碎片。小伙伴们，你们觉得我是亏了还是赚了呢？